今天吃一个永生客的过鸡爪。这是特辣的哦。我这是2斤啊，还放了一点黄瓜丝儿，搅拌搅拌。吃来吃去还是永生客的鸡爪好吃。这特辣的，也不是很辣，能吃辣的推荐那个魔鬼辣啊，魔鬼辣后劲特别大。上面放点黄瓜丝儿，当个贡菜都可以。嗯，功夫汤。